段。搜索频段确定 FM。FM 搜索频率。频率搜索中。频率确定106.1。继续搜索使用者。使用者确定抚顺交通广播。收到106.1，抚顺交通广播。更大动力。更高发射，更远传播。FM 106.1交通广播，以更强的凝聚力，打造抚顺品牌。天粗广，心也宽。交通广播。农行苏联汇款全球汇款特快，中国农业银行抚顺市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正在苏联走，我是阳光车队队长蒋振，请各位乘客尊重司机的指示，按计价器付费。这里您收听到的是抚顺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，调频106.1兆赫，中波7477赫。全心全意为您服务。交广资讯。